是我本身我来上两期，上16期跟17期。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18期，这一期18期我是要来上，还顺序，啊，你来接还是从尽量来上台，我尽量上台，因为你上台吼，才会当克服迄个紧张啊。虽然我即马蛮紧张，但我会当小可演示一下，无像早期来上的时阵用面啦，啊，搁黄轩就知影，真正鱼叉呢，在台下就吵到有家气啊呢。我嘛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可以跟我们没有，我拄仔来真正有影，我坐伫下骹，啊，看到同学啊，飞起啊，真正我就伫，我就鱼叉。我本来想讲，啊，老师上课。底下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啊，也唔下课。我本来是讲也下课，我本来要闹，啊，唔下课，啊，害我硬着头皮起来分享，啊，起来讲吼，啊，一转是真正到，真正紧张到吼，即马是流汗流较少，哈哈哈哈哈，即马流汗了，我一转起来真正，规身躯拢抖去咧，我一转16期来上，是四个，三月四月三四月。三四月来上的时阵，你主要是冬天啦、啊。我真正是在有够寒的，结果我规身躯冻去。你就知我真正是。这是形容才是真实的。这是真实的，真实的，欸、真实的。真正啊，当然是，当然是大家因人而异啦。我是紧张体质的，啊，有的人他比较不会紧张，我是做紧张，所以我们再来大家透过口才课。透过老师这上课的模式，我来当上台。哦，这老师拢有教。哦，啊，今仔日大家有欢喜无？欢喜哦，代表今仔大家做精神的。哦，啊，老师嘛，我相信你做欢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迄个互动，哦，迄个互动大家袂歹，所以老师嘛欢喜。啊，阮。